IMU 的教程。首先，我们打开遥控器，给飞行器通电。等待飞行器自检成功，状态灯正常闪烁。进入校准之前和进入校准过程中，都不要去动飞机，而且保持飞机水平。然后我们遥控器做外八加锁动作，保持10秒以上。等待状态灯蓝绿闪烁，就是进入校准。好，现在已经蓝绿闪烁，进入校准。等待飞机绿灯连续闪烁10次以上，就是校准成功了。好，绿灯闪烁，现在校准成功。